如果离开的人是我，严星城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我知道，今天。 今天外公的葬礼，让你打击很大，但是你周围还有很多人，你身边你有方向，有元帅，有木帆，有汤林，你并不是什么都失去了，你没有输，你还有我们。 你还有我，外公走了，我也很难过。但是，你确定你要就此沉寂下去，就此认输吗？ 我爸的事，我很抱歉，但是你就要这样放弃吗？你就要这么认输，把庄家拱手让人吗？我当初跟你一起回来庄家，我就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放弃。在我心里。 你和心妍是一样强大的人，你们不会让无辜的人陷入漩涡，你们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寻找真相，还有幕后的凶手。严星城，你不会让出庄家的，你也不会相信谣言，你更加不会轻易的放弃寻找你父母车祸的真相。